试问当今青年人，哪位手机里没有 B 站呢？不管是丰富的动漫、电影、电视剧等影视资源，还是各位 UP 主创意无穷、令人心甘情愿投币的视频，都让它成为如今的青少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作为一个已经发展的十分成熟的视频网站， B 站有着详细的分区，动画、音乐、舞蹈、鬼畜、时尚区等等一应俱全。作为精致的猪猪女孩，自然少不了关注各种美妆的 UP 主了。可是 UP 主那么多，如何挑选又美又可爱的美妆达人呢？看完今天的推送，你一定不会再迷茫了。At 机智的大妹倒妹在 B 站有着 148.1 万粉丝， 5164 点赞万点击量，光看封面就知道这个女人有着奇怪的画风，擅长讲段子相声，但是她真的很美。倒妹一般会分享自己的妆容与服饰穿搭，有时也有自己的小吐槽，总体风格偏向于有点 swag 的酷酷女孩，也会有十分精致的洋娃娃造型。她的视频点击量稳定在50万左右，最高播放量达到120万加。其实我想说，她真的太可爱了，求求大家快去关注，稳赚不亏。At 活蹦乱跳的肥童就是个霸气十足、心直口快的四川妹子，曾经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，真实的吹爆师姐的美颜。请和我一起高呼她的名字，童姐。破音平时童姐比较偏向于欧美或是妆容，现在经常会发自己的生活经历，早期也有很多化妆教程。威武的童姐有 117.5 万的粉丝量，3400万加的点击量，可以说是时尚区的霸主之一了。其实素颜也超美的，但是偶尔也会有这样的画风。这位女士最喜欢的事情之一，就是在超豪华大宾馆的床上跟随音乐疯狂蹦床。嗯，你那么美，做什么都对。 At 一躺 VCC， 这是个不论是长相还是气质、说话方式都十分温柔的中国式小姐姐。 UP 主平日里会分享一些妆容、护肤方面的内容，一套有着饱满的苹果肌和微微有些棱角的下颌骨，温婉甜美。她的长相可能并没有很惊艳，但是真的超耐看，属于越看越好看的类型。一套的很多仿妆真实的惊艳到我了，古典气质满分，特别是仿紫霞仙子和一菲妹妹的妆容，太仙女了吧。 Edwin Baggett 提到 B 站美妆博主必须要知道的一个 UP， 同时也是单眼皮妹子的福音，是传说中的单眼皮内装必关注 UP 主 Vin Baggett。 可能因为 Vivi 主要分享的都是单眼皮妆容，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所以视频的热度并不是特别高，最新视频播放量基本保持在20万加的样子。美妆技术的高低就是要通过妆前妆后的差异来体现，从这点来说， Vivi 的化妆手法一定是当之无愧的优秀，而且她的声音真的好好听，温柔到不行的金腔，说起英文来更是酥酥酥，声控表示十分满意。分享几张紫色的小姐姐，以上两点也为她带来了99万加的坚定粉丝与 2977.5 万的视频播放量，看她的视频真的舒服到不行，拜托大家一定要去看我。 At 一只凉不了 and at 凉一口 echo， 把这两个 UP 主放在一起的原因是他们是亲姐妹俩哦，上面是姐姐，下面是妹妹，妹妹有着将近40万的粉丝，姐姐是后期才开设了自己的频道，有着18万加粉丝，两个人都超级好看，但个人感觉姐姐是更精致更酷的风格，妹妹比较有邻家女孩的温婉气质。凉不了姐姐多时分享妆容的内容，现在比较喜欢和男朋友各种虐狗，分享几张姐姐的美照。Echo 妹妹有很多投稿，而且质量都挺高的，本人感觉十分小公主十分可爱了，看了视频就知道姐妹俩真的就长照片这样哦，卸了妆皮肤依旧好的不敢相信，充满南方姑娘的水灵灵感。但是别想了，他们都有男朋友了。 Admire 叫了一声，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美妆博主，或者说一部分是美妆博主的 UP 主。Maya 像是一个十分开朗可爱的姐姐，
亲切感十足。平日里会分享一些美妆护肤产品，不过更多的是各种旅游 vlog 食物测评，以及和永远戴着码头面具的男朋友甜甜的日常。下图是 Maya 酱的最新视频一览，说她是一个直播博主也毫无问题啊。其实林家姐姐的面容，讨人喜欢的性格，各种有趣的段子。Maya 酱有着95万的粉丝和4610万的视频点击量，因为她值得最好的呀。这么多颜值超高的美妆 UP 主，不知道了有没有你 pick 的一款呢？最后悄悄说一句，哔哩哔哩前辈 文章内容均为原创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